咁啊，最后其实系咯，最后揾到嘅 ，OK 咗嘅。喂，边个？应该系小姑。你。啊，你好嘅。跟住咧，就系啦。喂，唔好嘈啦，你把声好响啊。跟住咧就物色咗物流公司，咁而家咧就货咧就拣晒嘅啦，跟住就要等我哋得闲咧，逐一个产品去翻译翻嗰个使用说明啊，同埋注意事项啊嗰啲，要写翻落个网站度噶嘛，日文你哋唔识睇，咁我哋全部都要翻译翻去，咁所以咧就要花少少时间，大家再等等，跟住。唔好嘈啊，朱 B， 朱 B， 唔好嘈。Wing 话好啦，露露细啊，吓，等等，你送俾我定系你送俾我噶？梗系我送，好衰，真系咯，好衰，99朵玫瑰，你数下，唔使数，你数都有99朵，数唔到，梗系唔知咁少啦，101。这个你估不到了，今次这个今次你真的估不到了，这个啊，这个呢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哎呀，跌了添，有张卡的，哇，不要紧，什么事啊，反应不及，是不是要来拍一个人，要的，要的，我怕我镜头看不到，为什么我这样呢？来啊！今次你真系估唔到啦，哎哟，真系喊，哎哟真，哎呀真系喊啦，真系喊啦，死啦死啦死啦，真系喊，死啦，个妆花啦，个妆花啦。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唔好喊！手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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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嚟嚟嚟嚟！唔好意思啊，搞到大家添。这个先，这个靓啲。今次真系唔知啦，哇！今次呢啲系咪夹埋？边个你哋啊？边个你哋啊？我同边个夹埋？我同啲观众夹埋唔通？冇人知，放心。来，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。你咁樣，係咪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啊？生日快樂！我知你等咗我份生日禮物好耐嘅。好热啊！开咗冷气噶，唔使咁兴，唔使咁兴，冷静冷静。我唔识讲嘢。
我一早跟他讲了的。他一直在看着我的直播。来啦，阿包，阿包汤达，来来，妈咪喊啊。不懂反应，平时很多东西讲的 Yuko 突然间不懂反应的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。没的，拿个手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么恐怖。都没有人叫我嫁给你。喂，不可以这样的。爸爸不成功偷吃。没有啊，没有人说叫我嫁给你啊。没有啊，不是叫他们嫁嘛。这么衰的吗？这么衰的吗？何これ？何これ？何これ？因为他这个遮住了，没有人看到发生什么事。看不到啊，来来来，大家看一看，这里这里，看不到看不到。喂，卡啦，你走出来啊！咪继续，我唔加价唔出得。点解？边一笑，喊完之后边笑到唔识停，好热啊！你块面，阿爸，阿爸，我唔准上嚟。喂喂喂，你咁样嘅你？来啦来啦！你咁嚟啦！嗱，我帮你拎埋出嚟。嗱，跟住咧，你嘅手指出嚟得噶啦。脚趾，脚趾戴唔落，脚趾戴唔落。哈哈，笑死我！应该呢只会好啲嘅，得唔得？得碌！哇哇哇！系fit噶，系fit噶，睇下咧。阿妈，我嫁得出啊！阿妈，系fit噶。阿妈，我嫁得出啊！阿妈，所以唔好再瘦落去，再瘦就戴唔落噶啦。再瘦是松的嘛？系啊，再瘦是松的啦。有啲松，系咩？你唔系偷偷地揾另外一只戒指嚟戴，嗰只松咗。我谂住要松少少，松好过戴唔落啊嘛。好靓啊！啲咁多，啲咁多。好靓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估唔到啊！哇！你睇下，搞到全部人都系睇住我哋两个喺度，唔知道做乜嘢，好尴尬啊！你知唔知搞到我而家成身汗？所以咪开定冷气咯，热咗你成身汗。好热啊！好热啊！阿爸，阿爸，多谢花，哇！好大扎花，呢度系108的，即是劇控室的那個世界。多謝曬，多謝曬，耶！大家望到啦，我知道。快啲快結婚，成日都叫我哋快啲結婚。即係大家咧留呢個言嘅時候咧，我想講唔講住咧，唔好講，呢啲唔講得嘅。我去到放埋低佢先，有啲重，好重，我帮你摆埋好感动，我都好感动啊！感动到我流到成面都系眼泪，你打环都得，做咩啊？你哋你又好开心啊 ？G B 啊 ，G B 过咗嚟啊 ，G B， 你做咩咁兴奋啊？你又好开心啊？
多謝你啊，多謝你啊，快點。係啊，我哋好開心。你快啲坐低啦。係啦係啦。食啖先。咁即係點㗎？咁嚇？咁即係點㗎？咁都大咗啦，冇得唔嫁嘅啦。冇得唔嫁，我覺得好唔願意啊。禮又收咗咧，冇得反悔係咪？咁嘅咩？咁嘅咩？多謝你，多謝。好难忘啊！今年个生日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寻日同佢食饭，就食完饭之后，我一路望住佢个表情系，好似有啲又唔系失落，但系又唔系话好开心。我心谂系咪唔够咧？咁样即系寻日食完餐饭，跟住，哦，我知啊，原来喺度等紧我份生日礼物，但我又唔讲得住，听日先俾你，我又唔讲得住。這個其實呢，我夾埋嘅人唔止契媽一個嘅。我邊個？你有冇諗下我點樣買隻戒指？我幾時買？你有冇諗過？我日日都同你一齊行動，日日坐喺屋企剪片，我係點樣買到呢隻戒指？喂，好啦，你好啦，攞翻，我知你好開心，得，攞翻。你冇諗過呢樣嘢嘅。Chris， 我哋都系最近先食嘅啫。Cola， 吓 ？Cola， 跟住食完饭之后，偷偷地私底下联络佢嘅。Cola， 你跟住你知唔知我几时攞嘅？我同佢食饭之前，系之前嘅攞。我哋上次翻香港嗰阵。我哋上次翻香港咧，佢说出咗句啊，唔系同你妈咪佢哋去食饭嗰次咧，喺三圣村食饭嗰次，吓，中途我去咗厕所嘅，妈你点？好彩嗰日人多咋，人少嘅时候我都唔知点收埋啊，人多你试下挂住同人倾偈啊，我就硬生生去塞晒呢个。我都唔翻嚟嘅，点啊？啲惊喜够唔够惊嗰阵时？我今次同好多人夹埋啊！又喊，我不知道你笑定喊啊！而家又生流，又好搞笑，又喊又笑，又亲劲求婚，系有少少搞笑，唔好意思。今日啲留言读唔晒，唔好意思。哇！一下子600个人喺度睇紧，一下子。我头先啱啱先至579，点解要600几？哇！我一路都冇望过个 mon， 一嘢突然间冲咗上600个人。求婚咁多人嗱，我条题系冇写到噶，我冇写到呢样嘢，我唔写得噶，唔可以写话直播求婚唔会嘅，因为要俾个惊喜你，我系知我收到几埋，你知唔知？真系大惊，系真系大惊嘅，真系死！我中间喺度，哇！我要即系筹备去买呢样嘢啦。你知噶啦，而家我同你系无时无刻都系一齐行动噶啦，我边有可能撩到出去啫？只有摇佢咯，吓、啊！我都估到你，又估到，又估到，乜都估到，有冇咁叻先？唔系，我估唔到系今日会求婚，但系你估到啲乜嘢？我会估到你。你会找 Cola 去买戒指咯？我唔知，因为上次食饭嗰阵时候，佢有讲话佢系做首饰噶嘛，跟住你即刻就好紧张噶嘛，冇噶。跟住上次次翻亲香港咧，都有意无意咧要掹我入去啲金铺度睇下啲戒指，跟住问我：你中意啲咩色噶？你中意边啲款噶？跟住我唔问。其实呢上次回香港我跟你去看的时候呢已经买了的了。已经买了的了。多谢 Janice， 多谢。
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我睇唔切咁多，多謝 K 書，多謝 K 書。而家多咗幾多留言，我都睇唔到啦，已經我碌唔翻上去嘅點解？我碌唔翻上去啦。恭喜乜三乜太？乜三乜太？因為唔知道我哋姓乜。Ben 三 Ben 太。